今天我们要煮南乳鸡翅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鸡翅，鸡翅，我买的是中翅哦，中翅。这个中翅啊，然后我又用那个木薯粉还有盐去清洗，然后会比较清洁。你看洗到很白哦，很清洁哦。用那个木薯粉去捏，还有盐去捏，捏捏到它干干了哦，要用水洗洗洗干净。OK， 来下一个食材。南乳，这个是南乳。OK。然后我会有姜、葱、酒，比较会放椒去腌，还有糖。花雕酒啊。啊，对。然后这个玉米粉，等一下我会沾一点玉米粉。这个是放在上面白米。白米摆盘啊，哈、哦啊。对。那个南乳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、哦。截图快点，你们跟我截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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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截图啊！截图，截图。这个早上在巴萨买的。早上在巴萨买的哈、哦。OK， 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啊！现在很清楚、很响亮了啦。这鸡翅你们可以早一点腌哦。OK。早一点腌。可以早一点腌哦，大家。我们早点腌比较好吃啦。把这个姜葱跟酒一起哦。等一下可以放在那个鸡里面，让它去腥。加一点水在这个姜葱里面。然后也，然后就在这个。酒跟它放下去。对。哇，这个很好吃的这个。然后把这个南乳也放下去。南乳有一点酒的味道，这样啊。是不是啊？南乳肉啊，南乳它很香的南乳味。拿来放那个猪啊，以前那个猪肉再拿去炸，哇，很好吃。然后放糖，一定要放糖哦，因为这个南乳咸嘛。其实没有葱，你用什么可以去腥的都可以。然后腌菜也是可以啦，然后你们自己喜欢。不过姜葱比较不错了，好。姜葱酒啊。去腥了哈。你们早点腌哦，腌了放在冰橱，大概最少要一个小时这样啊。你们自己腌一个小时哦，因为我们做直播，所以不可以哈，不可以腌，早腌要腌给你们看。南乳的味道出来了，很鲜哦。大家有没有按 ？Any brand is okay, yes. Any brand, any brand 都可以。可以去捏一下，跟阿婆，我让他跟你喂。鲁西鲁，你好啊，鲁西鲁。那个飞机飞过，大声的飞机飞过。刮几刀哦，它的肉可以进去。OK， 现在放一点粉。我在拍你没有等我。对，我放一点粉。我要放一点粉在上面，好，然后现在要沾沾一点点，沾沾一点点，再给它沾一点点粉再去煎。你的火开什么火啊？现在不要太大火，因为煎哦，你不可以太大火，等一下外面已经焦了，里面还不熟。Can season overnight， 对呀、啊，你们可以过夜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拍直播不可以过夜，我们要腌给你看嘛。不漏 B 类类，你好啊，哇，你的名字很特别啊。Good afternoon 啊 ，Good afternoon， 名字很特别，很好听。来，上面跟他沾一点粉也是。这个粉这样用手给他沾就好了啊、哦，沾一下就好了。这样沾一下非常好吃，等下炸出来哦，很香，软软这样。为什么要放粉啊？一点那个包住那个外皮哦，然后里面就会比较嫩。里面比较嫩哦。那水分隔夜会更水分也会流失啊。对，你们煮的话，你们可以腌隔夜哦。腌隔夜炸一下。有开火没？有啊。所以这个锅哦，如果是不会煮的人，你会用的。这个是加玉米粉哦，我们加玉米粉。你要加什么粉也是都不错啦，可以加木薯粉，它是脆的。加这个玉米粉，为什么要放玉米粉？不要放木薯粉。让那个水分会流失啊，要锁住那水分。可以放木薯粉。木薯粉啊，可以来一点生粉可以。可以啦。OK， 放这个是放玉米粉哦，玉米粉，好啦，玉米粉。马铃薯粉。马铃
金粉也都可以了哈、哦。我们小妹今天穿的是玉米粉，啊，玉米粉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，你看那个鸡尾。等一下炸出来你们看，然后留下来看炸出来是长什么样子，然后这个鸡尾炸出来。啊，一般哥你好，笑好笑，我看一下。它不会粘的啦，不用摇的，不用摇的。好，我们这锅不会粘。等到今年啊。好，我们不用怕会粘。看这样子跟他，哇，500个观众了哦，大家来按分享，按分享，爱心刷一下。我不可以太大哦，我不可以太大，你们可以这样，它会更快熟。啊，你可以给它盖住一下，给它煎，煎的时候给它盖住一下，会不会了？哦，香蕉小毛啊 ，delicious 啊，看这样子。啊，你们不可以一直去，你们火不可以开大大哦，火开太大哦，等一下，它烧焦了，它没有煮熟哦。那个翻一次先。给它翻一次，啊，翻一次，然后给它翻一次，有买这个锅的大姐们来个刷，跟大家说我有买，有买这个锅用的，非常好用的，大家可以学一下哦，跟大家分享，我有买，很好用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锅是88块，不会粘的，粘可以喝，你看，不会粘住的哦，会粘的。你刚刚弄乱了，不要紧，放下去就好了。所以过年的不用担心。How much is the noise？ 我这个是88块人民币，88块新币哦，都卖了2年了，很好卖哦。不过我记在新加坡10多年了，我们是帮他卖了2年了。Dry goods available， 出柜店有我们的那些干粮还有卖，你们可以下单哦。那个干贝啊，那个拎里面也是可以按。花肉不会付款，这个可以货到付款的，多5块钱的。好，这些可以货到付款，这个锅啊，和其他东西可以货到付款。Cat Lin 叫好，滚蛋，这些来先，有菊花这些分享哦。那你们有买的，写在上面给人家看哦。Nice smell， can smell from your house again， thank， 那讲了 ，Thank you， 过来吃了，你过来吃。小妹怎样才可以跟你讲到话？讲才去多奔巴萨。你要讲什么？来跟我讲。你要讲什么？跟他讲现在。What color you have？ 这个锅有 purple 跟 green 哦 ，purple 跟 green。我很喜欢讲法，其实。Every school 写说你是住靠近头奔哪一带？靠近 MRT。我们的家靠近 MRT 啊。靠近巴萨，靠近巴萨还是？我不是买别的牌子，我截图你们的照片去买，重量是哦。一瓶东洋酱哦，他是买一样牌子的，可能哦不懂的晚上买可能比较贵了，晚上买哦，因为你买一罐他继续你加算那个邮费了哦。那里面单讲 This non-stick wok is wonderful， 非常好，他讲很好哦。李阿峰讲我要买啊，赶紧买哦，赶紧买啊，赶紧买，好了看我们的鸡肉好了，可以拿起来了哦。大家煮到它金黄色这样，哇，一定很好吃。你看这个 ，OK， 给火关掉了，可以把这个拿起来，关吸油，关吸油了，然后可以拿起来。大家你们可以拿一个吸油纸放在下面吸油了，哦，只是我们摆盘放吸油纸不是很好看，你们自己煮可以放那个吸油纸，放吸油纸吸，dry scallop 是中国大连哦，我们的那个香菇哦。这些是日本种的，非常好的日本种的，我们的香菇日本种的，好，凯莉很好的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东西大家买的都是哇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要不然你看我们这边500多个人在看，500多个人在看，全部都是在骂人的，我跟你讲。不过你看没有人在骂，年纪大吃到不用紧，人家可以看那个传播哦，easy dish but step by step， 对，要 patient 哦，你们 fry 那个 meat joint 的时候去给布讲，炸得很漂亮，对， okay， 非常漂亮。你们可以自己去放，不用紧了，放上去了，没有事了，放上去，放两个在中间哦，叠高一点，放两个上去，看 ，OK， 这样子哦。我们今天的南乳鸡翅做好了，非常香，非常棒哦。刚才煮的时候哇，很香嘞，Inside the wok also gold color， OK， 有一个是比较深黑色的，有一个是比较金黄色。现在都是深黑色。现在都是比较深黑色的。
好，直播就到这边了。我们的南乳鸡翅很棒，这大大成功哦！南乳鸡翅今天成功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好，今天下播了，拜拜拜拜，再见再见，爱心刷多多，分享按多多啊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